抱这片绿洲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触见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，温度像充满了电流，在38度6。1632啊，空心的，九的珠子。什么是兄弟？什么是你？别忘了当初一起腥风血雨。什么是规矩？什么是游戏？方寸之间自然会有天地。什么是兄弟？什么是你？谁最后赢了天下，输了自己？什么是规矩？什么是游戏？不要丢了你的江湖道义。小短拉中拉啊都很好发力啊，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肌肉呢，也就是胸肌背肌这些地方啊。哎，当你的肘部想要打开的时候，也就是在一个大约是这种拉锯的时候，你的肘部开始发力了啊。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地方的力量是比较小的啊，相对于你的其他肌肉。所以说我们在做皮筋组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玩重一点或者说中重一点的配置的话呢，不要太长。现在很多朋友定皮筋一定定0.75到25长，0.65这种。你如果定25长，你想打开到这种程度的话，是相当困难的，你其实根本就拉不开的。所以建议大家，你像你玩重配的话，这肘部关节不要考虑打开了，就是拉开之后大约到这种位置就非常好用。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关于长度上面的小建议，就是重配的时候呢，你太长了根本就拉不开，你也没有用啊，你就能拉到这么长已经。弹弓啊，是二哥坐着弹弓，紧打不紧打？打不紧打？嘿嘿，多紧打呀！夹子，够硬的，够紧打了，够紧打，闭折了，够硬的。